哦，抢到，连动，可以，一起，睡哦，哎，干，第一场就遇到联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ir。Air 现在人在冲绳，刚好遇到新旧机台的汰换时期啊。很多地方呢，不是关机不补卡，那就是已经换上新机台，等待7月11的到来啊。这边呢，用了我妹的 ID 卡，隔壁是我老婆的弟弟，他已经先进入对战了。Air 也是第一次玩 Mega Star。不过应该也是最后一次玩日本的 Mega Star， 那就开始喽！抢到，联动，可以，一起，睡哦！哎，干，第一场就遇到联动，对，你就在那边，对，一起打，我们一起打，对。哎、欸，对，等一下，哇、哦，看第一场就遇到、欸，哎，运气超好。白龙，来西郎，六颗星的。看你要哪一只打，我他先那边打，你可以选。狂打，然后还有攻击轮盘，然后你要按数字高的，对，都可以。我也是按到最烂的。哦，你可以联动。哎，你要哦，你可以三只联动哦。哦，是哦，60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可以联动，我的目的。没有，就是这个机台就是，如果一个人先投，没有遇到抢的，另外一个人再投，有机会遇到抢的，就像现在这样。然后待会我们可以一起投球，啊，如果中的话，我们一人都会一台。换他攻击了，很痛。第二回合。
睡。睡啊！没有。教师，他是哪家的？那你这边？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再攻击一次就赢了。哇！我的挂了。睡，打赢了，要投钱了，投卡带可以投球，开始了，等他跑出来。捕まれなくてもバトルの最後にスケボーを捕まえる。メモリータでボーナス。看你要投哪一块球。下次球是最好的。对，这个是好的。哇，好多高级球哎！没关系，高级球有机会。该不会第一场就直接中六星了吧？六星就最好的卡。对，这次是上面的有仓梦梦幻，还有那些，这次好的卡。哦，第一场就这么好的，真的有了，掉下来了。我靠！靠，第一场就中哎，两张好屌哦，哎，超屌哎。让我们超屌哎、欸！没关系，本来我们就抓到了。我这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，可是很屌。然后现在是另外一个机会，就是有草丛的，看你要不要投。就是有机会再出好卡这样子。可以赌这个大的啦。或是不要赌，就继续玩，对吧？就直接不要就这样，还有任何就这样，不要走。好，先不要好了。对啊，因为它是好卡。对。没有概念。反正超扯，我们超屌。你是跟我这一局一起的联盟？真的哎、欸，很屌哎、欸，哎、欸、一场哎、欸。超屌，超屌哎、欸，好屌、喔！后来他弟去夹娃娃，我就继续奋战喽。发现有人物卡艾梅吉欧的苍岩刃鬼。结果对战没遇到啊，只好赌赌看草丛喽。中五星阿伯梭卢，这张是可以超进化的。把希望放在最后一个大草啊，是索罗亚克啊，这张也不错。哦，还有人物卡弗里德的喷火龙哎，都超想要的。
结果遇到乐天合同啊。直接来看投球，那这次居然有交换机会啊，那就来赌赌看咯。只有抓到星夜喵啊，没关系，主要是要赌交换机会。在日本第一次的交换机会，是位小妹妹，希望她不要诈骗我啊。到日本还是被诈骗呢。三只都打趴了，不过我没有想要，所以不投前推球。哦，喷火龙出现了，希望可以捕获到啊。这个没打趴还是要投球啊。超级难下的超级球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可惜了，就喷火龙没抓到。不过没打趴应该也比较难抓到啊。终于把喷火龙打趴了，而且这次只有喷火龙被打趴哦，应该有机会。精灵球啊！一下，一下就爆开了。哦，有太进化的皮卡丘哎，这个也好想要啊！哦，至少有遇到有机会。又到了投球的时刻。嗯，这次居然没滑掉，准确的落在高级球上哎！一下，两下，爆了！这么好的家、啊，没有，这边先，这两个小好处啊，看看，刚刚跟我那边垫了4000过，真的？这个500块有出过，干这么好抽？直接来看皮卡丘的第二次投球。我是觉得第一场我们运气超好的，应该是一个人情况，然后这样他可以记那个。又是高级球哎、欸，感觉我蛮会投高级球的。而且我发现这不是最新的，这一跟三，最新的一下。两下撑着，皮卡丘撑不住啊！皮卡丘跑掉了，又是只有皮卡丘没抓到。皮卡丘第三次投球，这次终于有打趴了。他那个用手表才可以进化，可是你没有。打趴才给精灵球啊！一直打，一直打。如果再一次高级球，应该可以锁吧？
一下，诶，结果皮卡丘一下就抓到了。原来精灵球才是适合捕捉皮卡丘的球啊！哦，苍岩刃鬼出现了！两秒，瞄准。没打趴，还是要投球。还有交换机会。真的是最后的机会了，放风时间快结束了，最后一球投出了超级球，希望能捕获啊！一下，两下，哎呀，可惜呀，最后没能带走。不过我还有交换机会，四星的交换机会。四星换四星，没亏啊！今天玩下来呢，整体的感觉蛮有趣的，尤其是联动对战，但也感觉一直在投钱啊。希望到时候机台来台湾，不要被阉割太多，让真正想收集的人得到良好的游戏体验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Ciao。